慈善筹款节目《万众同心公益金》28号晚在电视城圆满举行，多位善心歌手艺人倾力演出，务求筹到更多嘅善款。而呢晚嘅表演，歌手们不约而同都系翻唱天王巨星嘅经典金曲，好似黎诺尔就拣唱陈百强嘅《涟漪》同《偏偏喜欢你》。紧接黎诺尔出场嘅谢东敏，企喺后台听住台上嘅歌声 ，Brian 都话觉得诺尔唱得好神似啊！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啱入行嗰陣時，哇！阿樂爾哥你咧咁似陳百強咁樣樣，我同阿樂，你有咩事咩？你記得咗話嗰陣時我唔加嘛？咩？哇！阿樂爾哥你咁似陳百強嘅咁樣樣，佢個樣行出嚟已經係翻版陳百強咁樣。係啊，成個陳百強咁。哇！佢個音咁樣嘅，飄飄地，你仲以為新歌係咪啊？係啊係啊！陳百強出個咁嘅歌嘅咩？冇講過啊！冇講過啦！入行嗰陣時係咪最似啊？你覺得係？入行最似嘅，入行嗰陣時比較怕醜啲，咁同埋咧，即係啊，唔敢講嘢啊。咁而家就比較唔知醜啲啦，咁同埋就多啲鄉下話啦。咁就又真係冇咗嗰樣陳百強先生種風度翩翩嗰種斯文嗰種特質嘅。都有冇咁謙虛啊？你真係我哋跟你學嘅啫。不如我哋問下施小姐，佢就係咁問我啦。陳山聰同袁偉豪分別模仿劉德華同張學友，大會播放咗華仔昔日為慈善租演出嘅片段。山聰仲同華仔嚟咗場隔空合唱添啊！當天一起不自知，分開方知根本心極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義，只想解釋當我不智。如今想倾诉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向华仔致敬啦！你会唔会有啲咩神髓系一定要捉住嘅咧？你觉得？佢嘅唱腔咯，系啊，你觉得似唔似啊？头先似，都即系好多人都话，咦，你嗰啲转声好似好似喎，可能因为真系太过。入曬腦啊！佢啲歌，讀書嘅時候經已係有，即係已經係。係啊，已經係即係已經係入曬腦嘅，所以即係幾十年。咁啊 ，Ben 啊，阿 Ben， 你覺得即係學友啊嗰個神髓喺邊度咧？係要哇，好其實好難嘅。我自己本身就冇乜模仿佢，但係我好都好聽佢聽好多佢嘅歌嘅，即係都係又係放我翻屋企聽嗰啲卡拉 OK 大碟。咁啊，特別係有陣時去卡拉 OK 唱下，都會練下佢啲歌，玩下咁啦。咁今次即係又要即係真係做嘢登台，同埋做善事，其實嗰個壓力都會有喺度嘅。咁但係都係一個榮幸，因為始終學友喺好多年前嘅公益金嘅表演裏面真係有唱過呢首歌，跳過呢首歌。咁今次公司就委派咗我，就可以即係其中一 part 致敬，咁啊係一個榮幸啦，係啊。隔空合唱確實新穎，但又點可以數漏歐瑞強同 JW 黃浩兒兩把靚聲 crossover 嘅演出呢？兩位首次合作已經默契十足，難怪 Albert 都大讚 JW 啦。默默的分享，默默的欣賞，路上一切美麗放。開心可以從第一次同 JW 合作，我自己嚟講咧，我就其實好中意即係同後輩一齊合唱嘅。咁但係咧就要即係大家嗰、那個點講咧個風格啦，或者係佢唱佢抒情歌嘅時候咧，都要有啲chemistry。即係有啲化學作用啊，咁先要夾到先得嘅，即係唔可以各有各唱嘅。咁啊，當即係一句講得簡單啲，就係要好唱得嗰啲後生女咧。咁咧我就好開心。為節目獻聲嘅仲有泳兒同 Miss Chan Chan， 兩位翻唱梅艷芳經典作品表現合拍。唔講唔知，原來今次係泳兒同 Miss Chan Chan 兩師徒首度合作啊！
未出道嗰陣時嚟，差唔多出道。我去揾 Miss Chan 學唱歌，好多年，係啊。咁但係我一直都好欣賞佢。但係今次就真係應該係我哋第一次同台，係啊，即係咁樣唱法。咁同埋我又覺得誒，可亦都係我同阿妹姐咧第一次用一個咁嘅方法對唱啦。即係咁樣，我呢個又另外一個 tribute 啦。咁所以我覺得係話係。double bonus， 著埋個三個 bonus。係，呢時你跟住咧？我很開心啊，同埋要多謝 Miss Chan Chan， 因為喺依只歌嘅鋪排上邊，佢俾咗好多誒靈感我啊。係啊，因為原本第一個 version 咧就唔係咁樣嘅，但係我覺得經過 Miss Chan Chan 再即係話俾我聽，我呢個位應該點樣唱，點樣誒，即係 ad lib 啊，或者點樣係 answer back 啊，我覺得成件事係個 energy 好啲，好好咯，係啊。呢晚表演仲有袁伟豪联成 Super Tiger 限定演出，劲歌热舞向歌神张学友致敬。虽然只此一场，不过阿 Ben 就话已经同一班后生仔打成一片，之后会无限量支持 Super Tiger 嘅演出啊！我就記得阿 Ben 哥講咗一句咯，就係、是、不論 Super Tiger 同邊個再合作都好啦 ，Ben 哥會做我哋嘅精神支柱嘅。係，佢諗住入埋個 group 度一齊，一有 show 就會幫我哋加油啊，咁樣請下食飯咁樣。係，佢 Ben 哥嘅靈魂。繼續。而家有 Ben 哥精神嘅喎，而家又係。唔係，我就係講翻，因為下一次即係未必知道自己仲有冇機會可以參與。咁我就話大家，因為呢一次而結識到，不如話有機會就。我希望可以在他哋背後精神支持他哋，即係話如果你哋有啲咩想傾啊咁樣就一齊傾啦咁樣，係啊，請你飲下咖啡都冇問題嘅，係啦。吳若希同連詩雅不約而同揀著露腰衫演出，唔知係咪同 Jenny 踏入三字頭有關 ？Jenny 似乎對性感定義有新睇法噃。踏入呢個三字頭啦，我哋一齊踏入嘅，咁就發現，原來我個人真係冇乜長處，咁所以咁冇辦法啦，最長嘅地方就係條腰啦，咁啊唯有 show 一 show 條腰，因為我又冇乜事業線係咪先？有嘅，我幾有，好犀利，係啊，你犀利得勁短嘅事業線，冇收埋下肢就係噶啦，所以我拎出嚟噶啦，將我身上面最長嗰個位就係條腰啦，去 show 俾大家睇。啱啱推出處男作嘅何俊樂。首次在舞台上獻唱新歌《無證騎士》，心情既興奮又緊張啊！其實尋日先出啫嘛首歌，跟住今日就要唱啦。咁一定有少少緊張嘅，但係我覺得係好興奮嘅，因為呢個係真係自己嘅仔嚟嘅。係。咁我可以將喺這首歌喺咁大舞台度呈現出嚟，我係好興奮。Asher 你咧？我就緊張多過興奮，唔知點解。我發覺我有個心理障礙如果剩咗一排冇乜點現場唱歌咧，即係同喺觀眾面前唱歌咧，我一定係喉嚨會唔舒服嘅。唔知點解，跟住我係啦，好緊張啊！總之今晚係幾時到你啊？好快，好快過。快啲啦！希望快，加油！做緊就做緊咁樣。